董事长，这是您让我给您准备的100万，您收好。好的。对了，董事长，我需要提醒您一下，您女儿的男朋友呢，就是咱们这次的合作商，您确定要刺杀他吗？作为我的女婿，这第一条，做人清白，待人善良，只有善良的人才会对我女儿好。从没想他们来了，你去忙吧。好的。来到最后悔时，默默，咱那个董事长爸爸到底在哪？快带我去见他呀！哎呀，你别着急嘛，马上就见到了。走。哎，好。逃避爸，小芳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爸。默默，你不是跟我说你爸是个董事长吗？这怎么是个清洁工啊？是啊，他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所说的董事长，该不会是个清洁工董事长吧？我拜托你以后编故事能不能认真点？他一个清洁工有什么值得我来见的？默默，小伙子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清洁工这份职业。你跟我女儿在一起三年了，她一向跟我说你的人品很好啊，是她可以托付终身的人。那是因为我看在她爸是董事长的面子上，现在我见到本尊了，您可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。王小八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可是我爸。我过分？我今天能来见他就已经给足你面子了，个土鳖。你太令我失望了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，一个人的身份不在于他做什么工作，而是在于他的人品、道德和修养。我还希望你能够明白，就你今天所对我说的话，向我道歉。道歉？我王小八这辈子从来没向人道过歉，你个清洁工，你有什么资格让我给你道歉？王小八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这可是我爸。不管我爸是做什么职业的，他在我心里永远是个最伟大的父亲。我爸每天起早贪黑努力工作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让我们这个家能够过得幸福，过得舒适。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来说他？王小八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还怎么和你一起过日子？我女儿说的对，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为生活努力的人，不管是什么职业，都应该表示尊重。尊重？你一个清洁工，你还让我尊重你？你要是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，我现在立马跪下来给你磕几个都行。啊，莹莹说，我可告诉你们，一会儿我金主妈妈过来了，你们可别在这给我碍眼。李秘书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不行啊，我已经测试过了，终止和他一切合作。好的，你别走啊！哎呀，那个爸爸，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你看，哎呦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原来您就是朱氏集团的董事长。我刚才一时糊涂，我可无这了。爸爸，还有啊，我跟你们家梦梦，我们俩那是真心相爱的。哎呀，梦梦，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，咱爸就是朱氏集团董事长呀？好你个王孝八呀，我今天就明确的告诉你，管我是不是董事长，但是我是一个父亲，我为我的职业感到骄傲，为我的职业感到自豪。你没有资格瞧不起任何人，更没有资格瞧不起一个辛勤工作的父亲。我今天啊，就是让你长长记性，不尊重别人就是不尊重你自己。女儿，我们走。